羽绒服起源于中国周代，是古代贵族的保暖礼服，历经3000多年的变革，有了如今时装化设计。风衣源自西方战袍，具备很多机能性设计，后被名人明星追捧成为时尚单品。100多年的发展始终保留了经典的风格与版型设计。羽绒服的保暖融合风衣的优雅修身，东西方两大功能时装的创意碰撞，从传统面包服到派克风，再到打破分开式实现一体化设计，是真正的风衣羽绒服，最大化的保留羽绒服与风衣的经典元素与功能设计。为了将两者完美融合，波司登历经700多天研究，从3000多个版型设计中寻找创新了最合适的设计方式。45度衣领斜向设计，精准贴合颈部线条，双圆弧对接技术配上具有绣龙弧形的烫座，才能使肩线如此挺阔，符合人体工学的曲线绣形，恰到好处的略微弧度，让人体行走摆动手臂时更加舒适便捷，增加高顶西装才有的胸前内衬，版型上身效果更硬挺。意大利高定礼服才会出现的4.5厘米切线公主线，增加两条航线，保证口袋的不易变形。波司登风衣羽绒服，在超过50种不同克重、肌理、织造工艺的面料选择中，综合了不同面料的优势，专门研发定制了一款面料，不仅具备风衣传统面料防风防雨的特性，同时增加了透气与抗皱的特点。这是波司登的首创，可以让你既有风度又有温度。每一件风衣羽绒服有52个衣片，历经300道制作工序精致而成，深度研究每一个裁片细节，创新分区域充绒，在胸部、臀部、袖子、背部，依据各自的功能和美观需求，设定不同的充绒比例。内里通道布支撑工艺结构，更好防绒的同时，让羽绒与通道里空气的摩擦减少，防止热量流失。来自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工艺最完美的肩袖线条，微弹面料结合人体功能学的弧线，翻力领缝制工艺确保衣领45度斜向裁剪，精准贴合颈部线条。高定款采用双层领，内部立起来，外部放下，御寒更美观。手工制作，超11000针高密刺绣，羽绒工艺结合风衣开叉设计，更好修饰身形。这一切的背后，是代表着21位技术人员、7位版师、12位样衣工、3位刺绣师的匠心之作。首创波司登风衣羽绒服。